次自2004年和富商纪晓波交往后，逐渐退出演艺圈，并生下4名子女，但却未见两人有结婚计划。不过小两口感情还是十分甜蜜。之前甚至有人透露，纪晓波曾给吴佩慈高达台币232亿，让他的身家比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还高，让外界超级惊讶。没想到一向低调的他，近日为了力挺闺蜜小 S 出专辑，罕见抛出自己的近况，绝美颜值让人惊艳。吴佩慈为了宣传小 S 发片，特地自拍一支影片挑战99乘法表。好长一段时间没有露脸的他，顶着一张素颜和休闲白 T 现身，皮肤看起来吹弹可破，完全不输20岁少女。不说根本不知道已经43岁，连小 S 看了都忍不住大赞：怎么可以生了4个还那么美又聪明？真的是人生胜利组啊！